就算你怎样仍然撑过吧，风中的黑乌鸦化作成天烟花，过去已死。孙耀威呢晚出席文艺晚会，睇到就嚟举行嘅演唱会，孙耀威最近都积极健身。今日嚟国庆 show 是很开心的，不过今日是很累，因为今朝一早就已经练了差不多四个钟头 的健身，即是 由头颈开始练到差不多脚趾尾，全每一个关节都练，又跑埋踩埋楼梯机，跟住所以今日很累，但是就都开心的，因为即一切进展良好，现在已经瘦了 6kg 了，之前的肥肉没了变成肌肉，所以非常之正的这种感觉。听讲老婆对你呢副 body 都好满意喎，系啦，原来男人身材好，原来即系女人系会中意嘅，我冇谂过佢哋会注意，因为有一日我瞓喺张床度睇书，跟住我老婆就话佢喂你有乳沟喎，跟住即系以为呢样嘢本身系属于女人，原来男人都可以有嘅，咁我话你感觉系点样？佢话我感觉有少少心跳加速，咁我觉得呢件事系唔错嘅，咁我近排自己冲凉都会多啲照镜。照鏡的時間長了，因為即係呢個自我感覺良好，呢個感覺係真係幾良好嘅，所以我覺得希望演唱會可以真係練到我想要嗰個體能啦，咁啊，亦都希望完咗之後咁可以一路 keep 住，唔好再反彈咁樣嚇。